子就 OK 了啦，哈、哦、，OK 的就好了。好，不要情绪的太紧张哦。后面、欸、后面真的塞车的，后面塞车了。因为等下为什么我叫三秀的，我你知无？哦，不要跟两个钢管了。对对对对对。所以等一下在那个台下哈、哦，真的会很久哦。好。所以来继续安排，换我们的下一位。我们的阳光辣妹秀。Like 我们的蛋蛋老师，跟蛋蛋两个人，慢慢的回报，掌声。欢迎下一组的结果，钢管艺文秀，先给大家。欢迎蛋蛋蛋。他说他有色彩。不要，直接下台。